团长感恩母亲老母娘慈悲帮阮孝顺，感恩天恩师的慈悲。真正难得的神奇缘，咱会当实在往来报道。报道是母亲老母娘所示现人间的培养性德的大法咒。其实咱讲法咒，是咱即数十年来十方的大德，嘛拢知影。其实各种的即个宗教文化，拢是依着法咒要助人普渡。但是咱现主持来详细个了解，也就是讲，这个法咒是由着十方各界诸方大德引领，但助于乾坤无云众生的灵性，会当归根复本。老本娘因何甲咱讲，上天慈悲的恩典，降属白羊圣道在报道。以报道来讲，也就是一个道行。报道的道行在何处？实际上，咱需要了解，就是要安怎样修培养圣道的真意，也就是真实正业，咱自信报道道性之观。所以，咱讲培养圣道，就是培养的道行。道行一定有一个行数的风度，空中直飞的飞机也遵照着行道。培养圣道的道行也需要顺着上天所慈悲的行道之行。母亲老母娘化育着万灵，点亮着灵性。现主持好不容易，咱已经进入家，咱自性报道之中，咱愿意复古修真，就是出于良心呐。所以讲复古性这个古，就是顶头一个十字架，下边一个竖井口，这个古性，也就是讲，咱首先爱先找着自己，在世间要安怎样来照计修真、净化心性、竖井道。所以，咱必须爱静心。正心、正意、正行，也就是心道。心必须行的道，数的方向。那无心正行，那安尼咱无法度他修得着咱的心性方面。所以要学会着咱的个性。首先，咱识别一定爱对方挂意，也就是约束自己心性的规矩，也就是所谓的正心、正心、正意、正行，就是作为，就是行为。而且必须爱肃静，所以讲修在内爱弘静。
现在我爱伊，因为咱修在来会当正其心、正其意、正其行、正其品德，会当自力自强之道。咱现在我爱伊，邻里内地爱伊，也就是咱所谓的行在我的人品爱圆满，善品爱圆满，修行就是修善品爱圆满，所以内功爱调整自己，会当风速端行万善。要如何领导自己会当通四端，把我们的作为，把我们的行为，把我们的意念，把我们的心所作为的一切方向，会当渐渐修改清洁光明心性，拿捏我们的心，就会当行事着初心，立在世间人该遵行的道。所以讲道行必须咱爱愿意行化咱做人的素质。所谓素就是行素，做人爱义务哦，啊，爱尽义务，这就是做人的素质。咱有一个家庭，咱来负责家庭所有一切。咱有所有的一切属因缘，咱来负责。这就是做人的素质。那么，这个素是人爱尽各种的方法来完成着人的品德。品格庄严，所以讲这个素，伊是一个底，就是讲有一个真正正端的这个品格。过去讲官官或者吏官，素就是人，伊是正人君子，所以讲会当行素，这个素就是做人的基本。修行也爱有修行尽素质的义务，袂使干那自私啦。咱修行，咱知影足好诶，咱知影修足好诶，咱嘛爱尽咱修行的义务啊。因为咱周边有咱的因缘亲属，因啊，搁有所有。咱有爱，那下面咱需要行无？哎呀，爱行素啊！因为有行素，咱才有机会，嘛才有法度通激发着咱的潜能，将咱所在的真知之道来流露于心的道，也就是心的道品。心的道品，就是讲知影要安怎样将着这因缘法会当善化圆满，安尼咱才会减少着心的困扰甲烦恼，咱的心才有法度通清心灵，才有法度通挂欲弃度贪嗔痴。要建立个心的心品，咱首先爱知影心因何爱有去掉三种真正困扰的因素，因为心品真难修，化为八色、六根、七情、五蕴，拢是因为这三品。
无法度他约束数端数角，就是贪嗔痴。贪嗔痴可以演化足济足济无止境的罪过错，以及轮转轮回的业力。现出时，咱知影要修培养修道。首先，咱先把咱的心修好一遍，也就是清净，就是作为咱的行为清净，心的品，咱尽其心力。调整自己的心，会当挂住着咱过去无法度通修正的贪嗔痴。若是有法度通挂起，也就是讲，咱心知影，咱就袂变伫个贪甲痴，因为有贪甲痴。对于妄想，都会演化痴，或者痴心妄想。所以讲欲望、物欲，即所有一切，敢毋是拢因为咱的五迷境、心念迷清，所以讲咱才重观着贪嗔痴。所以讲修贪，咱戒贪。尽力力行，将着咱会当兴化慈悲法力，用会当布施。咱有当时啊，有可能会想讲啊，敢若无色啊，举手之劳，敢若有淡薄啊，歹色心、畏忌心，所以讲咱无法度通生活。那安尼个中间，咱就无法度通修善品，会当阻断，因为有当时啊，咱个举手之劳，咱个顺口啊个生活良言，有当时啊会当输着对方啊，会当得到真正力的。非心怀的感到主，所以老母娘告诉培养性道，要予咱修的，就是德性。老母娘慈悲甲咱讲，德基青青，但是德基有感到主。咱所讲的德孝德基有怎样的甘露水？因为咱去看，咱过去是不是用德高德皮沙？你透早你若要去皮沙的时阵，你德高但高高拢全水珠，迄就是甘啊。因为空气中的水分，德啊。伊会感到迄水分，啊，感为怎样得啊？伊会感到水，因为伊会把水分吸收伫个德基顶头，所以讲咱甲看足明显。所以讲德基青青会感到水，啊，咱人个良心那是青青啦。也就是讲，咱有仁义、道德、慈悲、慈悲大爱，这就是德基青青甘露水啊！你知影要深化你的心德，你知影要深化你的仁义、道德、慈悲，那呢？同时，你就知影讲要如何化真正善。因这个啊，地水会当连接你身边的因缘，
好名字别无良意，希望讲别人信道会导航。在咱二十一世纪，会当公平时空，因为在这三五十年来，咱台湾报道真难得，北洋圣道由东土带来个台湾报道，圣人由东方的土将北洋圣道传播经济甲台湾报道。用这个经济三秒的考量，就是报道开始。这五十年来，演化了真正广阔无边的培养圣道、人民道德，甚至搁真正多的德行之书。将着积攒，培养圣道的积攒，搁带到咱所有的世界各国去开放，去布教，去传道，去施化人间道德。啊，人间道德要救度的就是人性，重要人性未当遵守仁义道德的人性，会当善化，有人性会当光明，会当磊落而行。所以公平主持人话，世界各国的中间，拢有啊，有着啊，台湾。诶，这个导航将着啊，真正书信诶，这个教理，以及培养圣道传播于国民。但是在这几年中间，因为因缘助相有一个起诉。所以讲有真正多，诶，即个吼，芸芸众生就开始啊，渐渐嘛拢已经沦落伫因果循环啊，因业报应啊，遭受着啊，一寡真正啊，过去所犯，然后自食因果。很主席，咱才知影讲，原来有着万灵万物的心胸，伊会化无量变真，会结得因缘，但是眼看袂到，一时中间看袂到，因为一时中间看袂到真，会结现在眼前，爱啥物时阵才看会到。爱有迄个真正会当放大几落万倍的放大镜，才看会到迄真的结因。原来就是细菌，啊，细菌拢伫倒位啊？细菌拢伫地水火风的因缘组合内底，因为人。因为爱有饱，啊，所以讲人都有一个真正啊无营养的习惯。所以讲，为怎样身体发肤的状态，咱那个读代理叫做饱，叫做人吃人的饱。所以讲，状态是咱即卖哩讲，原来状态就是人。阳中保阴，阴中又阳，
所以讲肉是你讲身体发肤，哦，咱会当善用肉体。但是那是要温饱，你食肉，都不讲食肉，都温饱。那安尼中间，咱个是真正济因缘法，拢伫个啊，咱啊做下个因业，然后是不是有注重卫生？人爱注重卫生哦，即摆很注意。咱才知影讲酒精就是注重卫生，真正吼、哦、需要注重的，就是赶紧消毒。啊，但是有足济大自然的生物，伊无法度他使用酒精的，啊，伊嘛无法度他消毒。所以讲，咱人因为咧温饱，捡，因为咧温饱，所以讲，都产生重叠因，家己的细菌，因入到咱的啊自己的身上，所以现主持甲想，那是讲咱会当尽量。会当将咱所会晓的、所知影的真理，会当时常分享。那安尼，相信咱诸位大德一定能知影啊！原来正心、正心、正意、正行，这个正素口正，其实就是素心、素心、素意、素行啦。那安尼，咱就会当找到一条道路。免了找到道路，头拄仔咱有甲咱讲，咱知影要正伫口、正伫心、正伫意、正伫行，咱就会当素心素意。因为这个素啊，会变吼一个秘，把旧旧。的因果业，无边尽的业因，就是足济足济烦恼、贪嗔的业因。但是，这个病的顶头，却是三坏一个病，就是跟咱讲，咱个心、心、意。行，这四种尽力甲修改，咱就找到三怀一个点。啊，找到倒三怀，找到咱的三心，该规划一心坚定，素其心，素其行。那呢，咱是不是？返璞归真就是素啊，所以说这个素真需要十方大德了解，因何爱素口、素意、素行、素心？因为咱无素，咱会继续搁再做因业，咱会种着足济足济基因种子，搁再恢复家己的身上。那安尼，这个肉，敢毋是都是食物人，人祸害人？咱甲看这些动物人吼，过去伊嘛是拢捌做过人呢，但是咱即马做人哦，咱无想无好，无素其口，素其心，素其行。送给伊哦，咱的心意一直烦哦，烦杀劫追过错，后摆咱连做人的机会嘛有啊，换咱做动物，互人人，搁再来破坏人啊，啊，这叫做
因业果报。所以培养信德的意义，就是跟人讲两倍。一个白，搁一个法，就是归，归白。你本来是黑暗无明的人生，你甲归依，自心清净，那呢，你就受用啊，你就受心啊，你就会当受靠受依啊，就是。知影讲要安怎样去路转清啊，所以现主持，咱要安怎样了解，互咱会当正机行培养圣道，咱一定爱伫自性报道，因为自性的报道，咱才有法度通开放报证。咱未来才有法度通开放报证，往外去旅行，是可能。所以讲，咱的自性报道，老母娘甲咱讲，别人性道，你必须爱知影真义。你若唔知影别人性道，修再来爱肃静风，安尼叫做靠。肃静靠，就是通肃端，行万善，行化万善，就是义，就是五常之道，五德义行。所以内空外义，就是你讲咱要如何归于自性中，去培养性德。好好真实修行。过去，咱有可能，干那依照啊宗教的这个想法去研究这四字培养圣道，殊不知，老母娘所谓培养圣道，是咱来归顺百心、寄养的心。就是时常爱关关注性，爱关心，爱改革，安尼才有可能会当白更明。啊，咱主人，咱就会当受其为之行。所以，咱要安怎样在咱现主持的位置？也就是做人的本分啦，大家会当真实做到自己本分本定，因为明明啊，每一个人拢有，是咱愿意实现出来无？明明大家拢有啊，愿意把智慧实现出来。把你的才能实现出来，愿意吃，这就是布施。所以讲贪嗔痴，就是你修咱的心性布施，愿意把心性布施出来，公平仁义道德，就是布施心性愿意，会当显化实相。所以老母娘讲，十方台其实是咱自己爱顿开十方台。咱有顿开自性的十方台，咱才有法度通通疏断、行万善、显化一切众生。阿弥陀顿开咱的十方台。也就是，咱爱真正有心，爱有力，但也就是讲心力爱付出，啊，心力付出，就是老母娘所谓的
真心的付出，生活已经有道德，用真的心来生活，那安尼用你实际的使命感来行事，那安尼这就是做人的义务，达到修行会当真正行道的义务啊。所以讲行事之观，人人可惜，因为人人都会当将你有诶能力布施于天下。感恩南无女主宾啊，将着真正殊胜的北洋圣道啊，传播于咱诸圣啊，诶，这个金冠大衣，互咱人人拢会当修化咱诸圣中诶北洋圣道，会当剃度转清，清洁着咱的心，清洁着咱的心，清洁着咱的灵性。那呢，老母娘啊，所属的这个真理妙法，相信咱日后都莫用啊宗教的这个分享义法去甲想，即是伫培养心道，每一个分分众生拢爱修培养心道，包括一寡无尽体的这个众生，伊嘛赶紧要爱修培养心道。所以讲，因无十方，吼，拢一再拢伫化道十方面，就是因为有足济的念诸行，伊赶紧要修培养心道。第十一世纪，那么伊话讲新的一个世纪的开端，在一的中间，咱会当承接着主性中的一元素之光，会当融合着主性中，好好修培养性道一道光。感恩诸位十方大德慈悲。